大家好，我是爱迪生。今天啊，我就来给大家演示一下，在美服的这个挑战秘境怎么抱大腿啊。那很简单呢，我们就这里游戏设定挑战秘境啊，我们这里选公开游戏，然后我们就加入游戏。哇，这个你看他的这种审美就非常差，什么鬼就配的装，这个兄弟真的是。好，我们现在在等那个游戏啊。好像没有什么人在刷呀，现在我一直找不到人，看他这次抱大腿要失败了吗？再等一等哈，你看他这个配装，啊，这是什么鞍头？这什么衣服？哇，这个典型那种非主流的那种土嗨风啊。好，我们进来了，哦，就我一个人啊。行吧，那这次抱大腿应该要失败，那我们就自己刷吧，加油！这是，哎，我忘了看一下什么技能，这什么连射？这是什么鬼啊？我刚刚什么都没看就进来了，我靠！好吧，我就随便打吧。哎，这是怎么战宠这么复仇剑雨啊？什么玩意？连射，好，连射，好，你走，哎。哇靠！他一个什么加速的技能都没有啊，没有翻滚，什么也没有。好，行吧，行吧，就这样吧。哎呦呦，我的妈呀！啊，复仇心切刚没开啊！哎呦呦呦呦呦！这不搞笑了，打不过，这不搞笑了。憎恨不足，怎么会这样嘞？这怎么憎恨就从来没有？没有满过，这什么鬼配装啊？这个是啊，这有个精英啊，复仇剑雨哦，行行行，复仇剑雨干精英啊，同学们，就你看到精英了就下复仇剑雨啊，这小怪嘛就这样射一射就好了啊，一直这么走，射一射射一射啊，就这么射一射，因为你的憎恨呢，看来是永远不够的，你也不要花时间就干这些小怪了，我们就直接找精英就好啊，如果有。啊，这个力量密探有什么鬼用？这还有精英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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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我现在时间严重不足啊！我的妈呀！快快快快快快！复仇剑雨，好，哇，秒杀，爽爽爽爽爽，爽爽爽爽爽！哎，时间稍微赶快来一点了啊！这个兄弟的配装，我也是醉了。哎，我记得好像国服的那个挑战秘境是恐惧冰吞嘛，我怎么我们美服的是这种什么鬼流派？我需要更多憎恨。啊，复仇剑雨，哎，复仇剑雨刚用了，哇靠，傻逼了，失误失误失误，大家不要学我，复仇剑雨一定要留着精英到了再开啊。好。我们就走一走，射一射就好了。这样走一走，射一射啊，这小怪不用过多的纠缠，因为你也没什么憎恨去打他们。啊，就人家精英开复仇剑雨，开复仇剑雨了。哎，怎么没打死他们？我是没打到他们吗？憎恨不足，那就射死他们，受死吧，受死。好，不能露手哦。我现在提前了20多秒，还可以，还可以哈。这次应该有希望，有希望。你知道上一期的上一期啊，就上上期美服那个挑战秘境真的是男鬼人，我都打了4、5次没打过哈，我就放弃了。是那个什么天降失雨的那个巫医啊，哇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奇葩的配装，我失败了那次没录下来，应该给大家看一下，我觉得我打过为止最难的一次挑战秘境。哦，这里终于有个加速密探了，终于来了，可以走快一点。啊，终于好了，终于好了，终于好了，跑得快才是王道，是吧？天下武功，唯快不破，是吧？好，你看又没憎恨了，我就跑。小试牛刀，
哒哒哒哒哒，可以可以，有一种那种第一滴血史泰龙的感觉啊，你看是吧？拿了个机关枪冲到那个是吧敌人堆里面，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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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自己女儿给救出来。哎呀，说第一滴血，我又暴露年龄了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第一滴血啊？看过的可以，我们可以交流交流是吧？哎，哎呀，怎么一直都？快点啊！没有精英啊，这没有精英啊，我的复仇剑雨都开不了啊。啊，这个赛季 buff 来了，帮我清一下这块。哎，精英来了，复仇剑雨，射死他，射死他，好，必死无疑。又走错路，哦呦的妈呀！这什么什么装备？我看一下，闪电连射。哇，这闪电连射配的也是够奇葩的。闪电连射应该不是这样配的吧？又憎恨不足了。精英来了。射死你，好，还差一点就打 boss 了，还差一点，随便杀几个小怪就好。哎，就有个精英，我刚刚说随便杀几个小，哇，砸死我了。哦，没事没事没事，这个大锤还是不够厉害。好，来了 boss 来了 boss 来了，来了来了，这次抱大腿失败，又遇到这种奇葩的角色。 OK， 射死他射死他，好。完成了完成了，好，那么这次的挑战秘境就到这里了，有够奇葩的哈，谢谢大家观看，祝你们游戏愉快。